其实我胆子真的不大，最恐惧的是偷油婆，但是对蚂蟥我不抗拒。都说蚂蟥钻肉，那是看何种蚂蟥，河边的蚂蟥是红的，臭水沟的蚂蟥是黑的，田头的蚂蟥是黄的，还有花蚂蟥和青蚂蟥。本人只知道这四种蚂蟥钻肉，是手上有没长好的伤口或是有血，钓鱼人也钓的时候经常会碰到这货，有的钓友看见他就浑身难受。不过有人居然用他钓鲤鱼、鲶鱼，谁用过？谁敢用他钓鱼？知道怎么用吗？